今天山上下了一场大雨，给环境增添了湿度。虽然淋了一会儿雨，不过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种环境更容易遇到蛇。哎呀，看不清楚了。哎，这儿不要动哦。走了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就遇到了第一条蛇，它正在过马路，是一条无毒的平林盾头蛇，长约40厘米左右，比我们上次发现的要瘦一些。这种蛇主要以蜗牛和阔鱼为食，性情非常温顺，你看它都没朝我张过嘴。下面就直接欣赏这条蛇的美吧。你我也想可以。我操，那个毛毛虫是爬我右手来的。他喜欢你，气死我了。干嘛呀？我这好苦苦啊，真的。哎，不动，我那个脚多，我好乖，绝了。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！哇，我的妈，那个直接都光放那个都很有感觉。带那个没有？带卷子没有？好乖。我操，他在那个青苔上看家伙的，我真的。让他走了吗？还在抓回来再拍一下。走了吗？再抓一下嘛。不用了，再找下一条。哎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，你们轻松一点。反正我操，我操！哎呦哎呦！我的手。没啥子攻击性的就嗯好。不会不会，这个那个没跟球一般能够干的嘞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那天我去亏两场，有点大。不久后我们找到了第二条蛇，一条赤练蛇。很多人看到这种蛇颜色这么鲜艳，肯定是剧毒蛇，但其实它是几乎无毒的。赤练蛇食性极其广泛，鱼类、鸟类、小型哺乳类、两栖爬行类等都在它的菜谱上，因此这种蛇随处可见，我们每次来都能遇到。可能是因为喜好吃水产，它的臭腺所散发出来的是一股浓烈的腥臭味，跟王景蛇那种焦臭味完全不同，所以我一般都尽量避开它的臭腺。今天找到的这条赤练蛇性情比较温顺，且颜色偏红，应该是我们找到了赤练蛇里最红的一条了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里我本来想按住给它量长度，但它顺着我的手爬了上去，我没有阻止，结果就出现了以下这一幕。看老李啊，哎，拍一个，拍一个，呦呦呦呦呦，哇塞！这是真的啊？嗯。哎！我操！我手控制了，快过来！我说公子，哇，他等下咬你头怎么办？我说公子了。我操，他爱上你了。他真的我哭死。哇塞，好乖啊。但是我觉得我录的不好。你等下不要爱龙眼了，他进包包了。真的包包里面了。没有，想喝你的水。我操，他就下来了。他没下，他不想下来了。你就背着他一路。哇塞，好乖啊。哎呀，你莫突然给我来一口。我觉得那个像生像生活一样。对吗？但是我不小心把他们照进来了。是，你要把我脸贴进去。没有脸。啊，没事，没脸就行。反正我不要脸。他就下来，他不想下来，他还没有下来，有点恐怖。我觉得你就背着他一路吧，在你的脑壳上面。龙眼好吃，我不能要了，龙眼。哎，对哈，你全身都有那个味儿了。哇！虽然被称了一声味道，但长度还是要量的。你知道龙眼这个人不聊了，主要是东西太多了。大概44。你确定是谁？你看反没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还是阴沉了。开板了，走开吧。1米多，有一米三。拉伸，1米左右，对，1米，1.1米，没想到还挺长的。好的，把它放回去吧。好。你怎么不动了？你动噻。
开始离台了，还不懂呢。竹节虫。那个都不用不拉了，因为它确实吃了东西的，那儿长起的，都让它，都批它自然跑的状态也可以。哎呦哎哎哎，攻击是它！你攻击它干嘛呢？没得人呢。在路边，我们发现了一条黑白环的蛇，大家不用惊慌啊，这不是银环蛇，而是一条无毒的黑背白环蛇，是今年才出生的幼苗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它肚子那里有很大一坨骨气，应该是不久前才吃了一只小蜥蜴，所以这里就不把它拿起来拍了。好了，不多逼逼，我们直接欣赏。要不要过下去？我觉得我过不下去了。哎呦，你看那个，你看你左边那个竹节虫，啊，我操！等我一下，那个竹节虫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看左边，那大个竹节虫，那个哇，那个哪种子弹装的才完美？是质量，哪种子弹装的才完美？运动镜头。我那手机拍都拍不到。哪个？哪回事啊？像素不行。啊？你不是你是苹果吗？它那个太老了，十一哈，还怪到一千五。其实十一也可以啊。哎，那还有个蟋蟀。哎呦！哎，真的是。你的自然状态完美。又发现了一条赤链蛇，体型比之前那条小一些，应该只有90厘米左右，就不拿出来拍了。鳞片的反光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。哎呦，好灰。不用带，不用带，带它当尾巴，它要。不要这么光打过去。这个叫铜蹄。哎哎哎哎，你别跑噻！不是，我说把你拍进去了。嗯。危险物种出现了啊，一条长约一米的圆毛头蝮，这也是我们今年找到的第一条成年个体。它是重庆最常见的一种毒蛇，不只是在山区常见，哪怕是主城区也有它的身影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记住这种蛇的特征，可千万别去惹它哟。今天这条圆毛头蝮花纹比较淡，稍微远一点身上的纹就不明显了，然后头顶还是秃的。大家注意啊，非专业一定不要模仿，我这里是用了工具控制距离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我是一个很在意自己钱包的人，是不会让自己处在被咬风险中的。这也不是那种刻意博人眼球的操作，我是很正经的勾蛇，大家不要混为一谈啊。往那边走噻，现在是一个刚好一个K字它的一个角度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他妈只是拍照的。不管你。好了，把它放回原处吧。它会走的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最后再来拍一点自然环境下的画面。如果你喜欢的视频，别忘了点个免费的三连哟。往我那边走点，往外边走点。那边。哎，对对，你乖点，你人乖点吧。哦。我来看一下，估计有大蛇。未成年会危险。你情愿而来不及，要踩那么远。不成体那个也接近成体了，应该有一米也成体，都是成体。那个要不要量一下？一个成体两个都有。